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。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150篇啊，回想在以前的宗教改革时期，有些人他们讲过头了，就把基督教的艺术品、音乐全部都拿掉了。那改革家呢，他们教导应该把音乐当中的乐器从崇拜侍奉中除去。从他们著作当中可以清楚看到，改教家如加尔文、迟韵礼、诺克斯，他们都谴责在崇拜中使用乐器，怕大家会帮助一个偶像的崇拜，认为这回溯到灰暗的旧约崇拜的形式，或是跟天主教有所连结。但是在公众崇拜当中，他们认为这种乐器好像不蒙神的认可。这些改教家虽然他们在当时有很好的神学思路，但是不代表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。这样的狭隘的思考，在现代的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。现在教会用各样的乐器来敬拜赞美神，圣经的教导也是如此。尤其在诗篇150篇当中，从第3节到第5节，有讲到用号角、鼓瑟弹琴、击鼓跳舞，用丝弦乐器和箫的声音，大响的拔来赞美他。虽然我们敬拜上帝最重要的是要以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，但是各样的乐器并不会拦阻我们亲近他，反倒是引导我们更容易亲近我们的神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谨慎小心，当我们用各样的乐器敬拜上帝，我们不是将焦点放在这些次要的。有时候想想看，没有乐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也可以赞美他。那若是换到今天现代的敬拜赞美团里面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，不要焦点放在这些领敬拜的人身上和这些乐手的音乐技巧上面，仍然要注目在这宝座上的羔羊耶稣，否则可能我们也无法口唱心和来敬拜神。啊，这个礼拜如果你到教会敬拜上帝，我们应该预备心，早点到教会，预备自己来敬拜上帝，跟我们的敬拜团、圣歌队一同来敬拜这位真神。